好，来喽，边科鲁啊，来三、二、一，哦，正水。怎么是这只啊？来，我来看一下可以转什么东西。重抽，我确认。真死奇红呢、欸？布鲁迪卡，真死奇红，荆棘公主艾薇，或者是……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、啊，应该要看那个，应该要看卡池哦。塞尼斯的卡池，其实我发现我的塞尼斯卡池好像蛮多的哦。海陆拜，塞尼斯这边有一个魔攻加一耶。甘特，海陆拜，塞尼斯。炎魔，劲爆这个啦。克特其实也不错。如果我可以拿到克特的话，这个劲爆一趴拿下来就屌了，我的近战就屌了。海陆拜，我海陆拜开的，如果有的话，海陆拜开卡池会蛮多的哦、喔，两个了、喔，海陆拜已经有两个卡池了，这缺谁？武士，这缺谁？白金法师，智力加一耶，哦。这只就免哦，两只真系列的都差他们哦。夜巡，那这边都是差一只的。哎，夜巡开的卡池也还不少哦。还有这个真系列，我昨天看了一下，真黑妖系列的卡池还真的蛮多的，至少会有三个。如果我来的话，至少会有三个。你看这边，刚来夜跟这夜已经三个了，然后夜巡也是三个了，哦，四个，真黑妖四个卡池了，夜巡第四个，哇，这两只真的是对我来讲真的是超级补啊，四个卡池。后面这边，这也是谁？哦，法令君王雷雅，这是谁？警卫红宫。他这敏捷加一 ，OK， 啊这类，真实奇红啊，如果有这个的话就好了，好 OK， 大概有个头绪了，红变的话大概有个头绪了，塞尼斯卡池反而是最少的，大概是真实奇红啦，然后海陆拜啦哈，克特，这几只好像都可以开到吧，然后其他就还好了，来。今天的重头戏来啊！哈，重头戏哦，哈，转卡转起来啊！各位，哦，记得要订阅起来，订阅起来。我们目标1000，好，目标1000，小心别点错，点错也是按取消而已啊，没关系啊。哦，干，我知道了，差点还真的点下去了。好啦好啦，感谢你们提醒啊！还差点点错，真的。来，我们先点抽取齁，重新抽取，他应该不会马上抽吧，还是要按吧，对不对？来，先点起来齁，重新集气一波。来咯，现在900钻已经给我扣掉了齁 ,492 钻。好，索拉山我们要来抽卡了哈，不是，我们要来重新转卡了哈。来咯 ,3,二一转卡，红有了，真死奇红、布鲁迪卡、克特龙五啊！哎，碎！各位直接收啦，没什么好说的，没什么好说的，直接收，直接收布鲁迪卡一张啊！各位觉得如何呢？哎，刚才所有的卡池里面，我最不想要拿到的是哪一只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对，你们猜对了，我最不想拿到的就是特罗斯，特罗斯我已经有了，所以刚才拿到任何一张，而且都是我们刚讲的，我其实还蛮想要的，可那个卡池啊什么的都有啊，爽！哎，这个不错吧？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卡池哦。
我刚刚注意的时候，其实没有那个卡池啊。这一只基本上我只能说啊，我拿到近战攻速最快的变身了，而且它还加攻击力，又加远距离回避力。我只能说，我必须要把我的利尔利换下来了哈，因为这两个我都用不到。黑妖跟暗骑都很好用，黑妖跟暗骑，对，没错，没错。好，来，我们来收卡了哈，大家准备要溜一波了没？来，确定，收卡，下来。OK， 没有悬念哈，没有悬念。第七章啊，第七章红变取得了。各位真的是太帅了，我只能这么说，太帅了，立刻变身哦。对呢，没卡池呢，超帅的，没卡池。我刚才看的时候，其实就已经发现了。一直没有看到布鲁迪卡这张卡，没有，这张让我最遗憾的就是没卡池啊。我看到底是缺哪一张？布鲁迪卡卡池真的蛮少的，说布鲁迪卡卡池有什么？我找不到哎、欸，还没找到，太多了。悲剧的对立啊，我找一下啊，哦，这里，哦。这个很猛呢，如果有丹特斯这个卡池就瞬间飘起来了。上面网友分享 ，OK， 我看到了 Raymond， 丹特斯加布鲁迪卡，远近加魔防加五哦，这个吗？哦，这两只谁说很废的？要收回去哦，这两个蛮屌的哎，准备600哦 ，OK 的 OK 的，真红卡池最不好，不会啊。你是说不好拿吧？应该是说不好拿吧？真的很难拿、啊，真蓝的也很难拿、啊。不要说红的，连蓝的都很难拿。不然我就笑想里面这一只什么，那个刚有一只妖魔的那个，笑想很久了，一直笑想不到。好吧。哦，绿的。哇，白色变紫人了！来，直接开300喽！直接，哎呦，耶、yeah ！各位，这个。50000抽到阿鲁巴，可惜不是阿鲁巴蓝，这个真的是太欧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自己没有看到我的啊，这里，